现在要把李牙呢，哦，要把裤子啊，要接上面啦，要接大牙，哦，因为呢，二哥呢觉得大哥是他心中非常尊敬的一位啊、哦，算是长辈的角色，所以呢，以跳进前，来邓来迎接那个大牙，代表他们两兄弟感情是非常的好的，他们用掌声来谢谢我们的范县二将军带来的正气度的步伐。大喜大喜呢！